把手给我，来。一二三。我想要。用什么？要你也尝一下腿妈的感觉。啊！啊！石仲真，你别出来啊！我不想再一次变成医院的谈资，拜托，千万别出来，别出来啊！你要男装？谢了，我带信你吃饭。哎，这大半夜的，衣服给谁穿呀？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哎，我跑到集中井了，好歹给我口水喝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不是叫你别出来吗？我同意了吗？为什么幼小的我总是能看到这种画面？怕不是为灭口吧？什么鬼？我跟他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关系。那是什么关系？八字不合的关系。哦，你连我八字都知道了。哎呀，吃。我来了。正好我有事儿跟林大爷谈谈。现在呢，我只有一个诉求，就是让医院啊退我的住院费啊。林大爷，根据您之前的投诉，我们做了详尽的调查，温医生确实没有任何的诊断失误和程序违规，原则上医院是没必要给您退款的。你们自己查自己。那就没有一个胳膊肘不往里拐的。你看看温医生这年纪轻轻的，一看就没什么本事，别是什么关系户吧。林大爷，你误会我们温医生了，神外谁不知道。林大爷，上次您入院没有尽快给您安排手术，第一是手术室排期太满，第二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合适的手术办法。这几天我跟国际上的专家请教了一下，研讨了几个方案，您先看看。我不看。看什么看？就你有方案？我也有。嗯，看了吗？这封面上都是外国字儿，人家在下面说了，我呀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好着呢。国际皇室专门医疗组织。大爷，国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组织。什么没有啊？你说没有就没有啊？人家这个是给迪拜的王储石油大亨看病的，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。哎呦，大爷，下来找你。走走走走走，别激动，喝杯水啊。喝什么水呀？浪费时间。给句痛快话啊，是赔钱还是不赔钱？跟女孩动粗算什么本事？我是医生，知道打哪儿疼还死不了人。要是有什么不舒服，头晕想吐的，赶紧告诉我，好吧。温医生，
我买了酒精棉片还有药膏，你伤口不能感染，我帮你处理一下吧。你一个人跑到这来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时间宝贵，我不想麻烦你。那现在就不麻烦了吗？我要是没找到你，万一警察来晚了，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？我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。你何止考虑不周，你简直太莽撞了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，不要越界干涉患者的生活？说过。那你还跟过来？我看不过去，明知道路上有坑，有人就要栽进去了，换成你，你能不管吗？从容。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调解。还没忘干净，你是医院的工作人员，你工作的边界就在云际，云际之外人人都有困难，你帮得过来吗？我帮不过来，但你不也一样吗？五十步笑百步。我怎么了？你也越界干涉了我的生活，还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。现在明明是我好好的，自己受伤了还说我没有边界感，那你干嘛来救我？按照你的标准，你也是多管闲事儿。患者脑血管瘤破裂，颅内大量出血，怕引发脑疝，必须马上开颅找到出血点，清除淤血。脑瘤与血管纠缠在一起，寻找出血点时要小心。寻找出血点，抓紧时间。截止住了，快输血，准备取量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去？手术顺利吗？大爷怎么样？孩子在 ICU 观察几天。什么时候能醒啊？自责于事无补，还会拖着你自己。听我的，周末了回去睡一觉。那你呢？你不知道医生这种生活不需要睡眠的。老大。虽说医生不需要睡眠，但弱小可怜无助的龟培生需要。我可不可以？车不是在等你的吗？行吧，废物不配拥有睡眠。想睡觉行，帮我办件事。